那一九八九年二十二号一中时，我们天天骂，要吃不怕，打到吃不怕，不管怕讲笑话去，不管怕你也，不管怕你也，手机上。彩绘精彩足球精彩的早上，出去之后比赛上场打击，成为台路先锋的第一棒。准备好，三十五号整堂是王振鹏，球球借给王振鹏。谢谢辛苦的乐团队 Travis 以及副帮 Angels 热情带动应援，谢谢。请大家广告。